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走进杰克小老大的直播间啊！好久不见啊，甚是想念啊。最近一直在出差啊，今天给小老大洗个澡，昨天早上给杰克洗的啊，白天没时间，晚上也没时间，怎么办？早上洗澡。晚上好，纳米哥，晚上好啊！久违了啊，真是久违了。灯牌都灭了，重新点亮了，是吧？哎呀，这个，而且今天啊，它天气特别炎热。今天是25度到35度，现在室外气温32度，啊，非常闷热，非常闷热的一天晚上。但是今天有时间。明天天津全是大筛。明天，小老大玩高兴了。是玩高兴了。喝一下呗。你干啥呢？啊，你这样舒服啊？啊，小老大，好久不见，可不是嘛？啊，好久都不见啊，好久不见啊！大家要咖啡喝完了，可以买咖啡啊，这损出啊。啊，我们就来这个，就这个动作。哎呀，行了，起来吧，这姿势，啊，谢谢逆风啊，谢谢逆风送的这个，哎呀，天气确实有点热啊。今天咱冒着严寒，不是什么严寒啊，冒着酷暑，啊，给大家直播一下。今天正好有时间，可不好久不见了哈，有日子了。确实，因为我们这个性质啊，就是需要说这个全国各地都跑。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也不跑的，在家的时候到家都太晚了。小老大是开心的，杰克去哪？杰克在这儿呢。你看，杰克是昨天早上洗的澡，你看，杰克也非常干净，身上啊，大家看看啊，这倍儿干净。最近天津下雨了啊，下就是说这几天才没下，前几天天天下什么雨啊？下暴雨啊，下暴雨，他俩怎么办啊？我给你讲讲叫暴雨啊。下暴雨那天啊，第一次下暴雨，天津我第二天听了，天津市统计了一下，就我们这地方是降水概率最，就是那个降水量最大的，是70多毫米啊。当时呢，哈，我就是你看，大家看看这边是不是一个笼子，这边一个笼子，我把这两个笼子放到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中间呢用那个椅子挡上，就让他俩。在这里下多大雨，咱不怕呀，是不是啊？结果下了能有40多分钟，我说我出去看一看吧。我这么一看不要紧呐，大家猜出现什么现象了啊？他俩站这个地方已经没脚脖了。按理说不至于啊，为什么能这雨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呢？啊，今年我不新铺了一个草坪吗？当时草坪是这样的啊。草坪是这样的，哎，草坪这样，我当时就划了一个十字花，这草坪，然后这个雨啊，就雨水就下不去，下不去，这个院子全是积水，结果他俩的那个已经都，凡是我是没我脚脖了，就成河了一样，这怎么办呢啊？我就开开这个门，就带着他俩啊，然后从这儿绕到这屋，在屋里待着。
后来我把这一捅开之后，这个院子积水是哗哗哗就流出去了，就没事了。后来下的雨再大也没事了啊。昨天、今天晴天了，明天又开始下雨，是吗？我们明天晚上开始全员进行大筛，明天晚上7点，这大热天要筛一下雨。也挺遭罪，肯定就要遭罪一下。所以万事俱备呢，关键时刻还发现什么呀？有点欠缺，差点事儿。看天气预报，从明天一开始，连续1星期又是中雨。我们这儿明天没雨，我看啊，明天是阴。24度到34度，桑拿天儿，后天是23度到30度，凉快点。哎呀，真是，现在是确实热。杰克是在这儿呢，杰克就是属于这样，我专门是那个趴门的，他哥在屋里吃饭呢。哎呀，真是！这个两窝小燕都长大了，这窝孵了4个，那屋4个啊。现在就是属于他们这个老一辈的4个孩子，一共6口人。那边的燕子也是6口，有的时候他们一起在院子飞的时候，哎呦我天，相当壮观啊！十来只燕子一顿飞。杰克太认真了，就过来了。杰克，杰克，过来，来，就趴门啊！大家庭那可不呗，1家6口，12，12口。小老大，喝点水行吗？来，喝点水。杰克，咱喝点水，天热啊。喝点水，好。喝点水。你别看我，你喝水啊。哎呀呀，开始玩儿，这喝两口就开始玩儿。说你呢，喝两口就开始玩儿。他俩也热，真是。要不咱进屋吧，进屋凉快凉快啊。过来等着。你俩等着啊，等着。这个，
进来，进来，进来，挺客气的。先凉快凉快啊，有点太热了。哎呦，外边有点太热了啊，这不开空调凉快凉快啊。对，幸亏有那个草坪啊，要是那个砖的哈，真是烫脚。小老大，干嘛呢？小老大，啊？你干啥呢？哎，今年热的邪乎，前段时间都40度了，可不呗啊。就是最热的时候，我还在出差当中啊。哎呀，那时候好的，那个不管是从出租车下来，还是从高铁站出来，都跟下火一样，特别炎热。小老大，你干啥呢？不行，在外待一会儿，太热了。是那个裹凉带的，不是，反正今年哪儿都热，今年是比往年要热。他俩还可以，我这个院里相对还是比较凉快的啊，就是说太阳，就是说，在上午啊，就是太阳照到院子里不久呢，哎。就过去了，就开始那什么，就背阴的地方了。等到晒到他们那地方啊，他就怎么的，他就躲到窝里了。下雨，连续下雨，可不呗。上周都在下雨，这周状况，这周那个前半段也在下雨，现在好多了。现在真是好多了啊！呵，你看杰克多会过，杰克可有心眼儿。你看，看杰克啊，看杰克，哎呀，这就是爽了。有的人说，终于又看见小老大了啊！你看这杰克真的爽，小老大在那撕去吧。你能找出一粒狗粮，就算你能耐。就算我没倒干净，杰克，你他妈太会享受了，你啊，杰克，小老大那一出跟杰克哥哥学的，对，你看，刚才这杰克这顿打滚啊。一顿打滚，撕咋样了？差不多了吧？哎，我说，给这门给关了，这关上这门，要不空调白开。这小老大还不让杰克靠前儿，外面一点风也没有，太热了。哎呦，就撕开了，真是撕开了，还没到伏天呢，这比伏天还热。这个咱们小老大呀，换毛现在已经换完了，是已经不几乎是不掉毛了。而且小老大换完毛之后啊，它肉皮子就薄薄一层毛，那杰克不一样，杰克就是还是两层，
里边有一层厚厚的绒毛，然后外边一层。那杰克那个小老大换毛换的哈，真是换了夏装了啊！看见这装满狗粮的桶，就想起封闭时的空桶，对，空桶啊。现在不用担心没狗粮啊，拆家模式开始啊。杰克想出去啊？啊？杰克，我开门，看你出去啊。你想出去啊？啊？一会儿再进来啊，来，他冲冲尿。杰克出去，一个尿尿，二一个干嘛？又去趴门去了，是吧？又去趴门去了。哎呀，我又去趴门。逆风说，本来想去青岛转转，那边又开始有口罩了。是啊。真是，本来我们下个月初还在西安有个会，这样的话看西安疫情怎么样了。这会已经延了一年了，一个延期了。小老大，差不多行了啊。嗯。杰克，过来，来。在家在玩啊，真是不能乱走了。你乱走的话，真不行。现在，但是我最近还一顿乱走啊，不走不行啊。现在啊，去了一些地方，还可以啊。小老大，你要想变就出去啊，要变就出声啊。出不出去？哎，小老大，出去吧。哎，行，我给你开门了，出去吧。一会儿进屋再扯。哎，哎呀，口罩严重地方不能去，那肯定不能去。哎，这家鬼，这讲外边热又回来了。你变了吗？就回来了啊？你变没变呢？哎呀，这干嘛呀？酸奶呀？哎呀，现在又有一种叫猴豆的，猴豆主要是在欧洲啊，咱们这还好。哎，你放那儿干嘛呀？你说，我放不出去，我怕它把皮儿吃了。杰克够一个肠，那就皮儿捡起来。哥给两个宝贝拿好吃的来着，没给我拿点儿。我妈说这屋凉的不用吃。哈哈哈哈哈！没事。那小垃圾桶再放到那屋去了。小老大，哎，no no，一说 no 还管点用。你找啥？北戴河避暑，北戴河还凉快，应该是啊。嗯，把它那个碎渣捡一捡。本来就是想去五台山来的，结果看了一个小视频，我天呐，五台山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太多。后来说再缓一缓吧，等到9、10月份再去。晚上好，Only 网上好。
谢谢美食城小笼包送的人气票啊！大家帮点点红心啊，红心咱们点到7000，咱就给他俩开饭，他俩还没吃饭呢啊，咱们7000就开饭啊。这屋子凉快了啊，哥哥收拾残局，没错啊。干啥，小老大？你要出去啊？啊？是要出去吗？那我就开门，开门啊！出去变啊！出去就变。杰克出来就变。好久不见，晚上好啊！兜里有米啊，晚上好啊！你咋的？去变去，去变去，去去去变去，变完变完再进来。快去，快去变去，快去！小老大。想去三亚，可不可以住你家的房子呀、啊？住我家的房子，应该是不可以，因为有人住啊。哎，进去啊，进，进杰克进。哎呀！现在去三亚晒死，就在屋待着吧。现在要去三亚吧，三亚呢，就是唯独有办法，就白天在屋待着，空调房间待着，晚上傍晚太阳落山时候可以出去。热吧，不是很热啊，细算还没这么热呢，知道吧？在背阴地方也有凉风。哎呀呀呀呀呀！啊，是梁姐啊，是刘姐呀、啊！哎呀，刘姐，小老大，俺、啊、那拉那个拉手是坏了。刘姐，晚上好。刘姐，您发那段子在泰国是最近去的还是以前去的？你哥哥刚收拾完你就。你就给我造是不是？晚上好，吃饭了，我吃饭了，他俩没吃饭呢啊！那大家帮忙点点红心啊，红心咱们上7000，咱就给开饭啊，上7000咱就开饭。一会儿凉快咱就出去啊，现在温度有点热，看，给你泡。这怕多舒服啊，倍儿爽，倍儿爽啊！朋友最近去的啊，那还真不错，这景观是真好啊，还是漂亮啊，泰国还是很漂亮。哎，这是杰克啊，他俩吧是小老大是今天早上洗的澡，大家看干不干净啊？是不是特别干净啊？杰克呢是昨天早上洗的澡，干不干净啊？倍儿干净啊！因为我要上班啊，早晨只能洗一个。小老大就今天就吹风就吹了1个小时，那你看这杰克，小老大你也来一个，干净是吧？特别干净。哎呀，杰克开心了，哈，也老开心了。杰克说：“哎呀妈，这屋真爽。”杰克这么一耍，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小时候那天还不是很热的时候啊，他在外边玩啊，我们屋里啊，屋里啊，他凉快，虽然没开空调，但屋里凉快，那个有个纱帘儿，我说不让他进。杰克就那时候小啊，不让他进，他就不进。他这样啊，他试探你，他把脑袋伸一半，看看你说不说，不说，哎，他整个脑袋再进来，一看你还不说，哎，这才进来半拉身子，再围着围着，就剩个尾巴在外边，然后再进来，可淘气了，一进来可老实了，我就在那待着，我不动，只要让我凉快就行。这是杰克小时候啊，
他俩舒服美了，那可不呗，越来越结实精神。是刘姐啊，有心眼儿，杰克那样也有心眼儿。哎呀，就看你那耐性，你要平常吧，就是说那个屋里屋外温度都差不多的时候啊，你让他进他也不进，啊，他就进来之后他就淘气，到处乱跑。那天热，他进来之后他就，哎，我听话还不行吗？对不对？我就听话。我可听话了，加拿大，淘气，干什么呢？希望叶子哈，问蜜蜂晚上好啊。叫他什么时候当妈妈？还没考虑呢。今年就发过一次情了，再发情估计就是9、10月份了，到时候再看看吧。看看有没有时间啊？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啊，咱们就让她当妈妈。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就明年再说了。杰克，打个滚儿，杰克，滚一个，滚一个，滚。你还是挺强，啊，挺强。挺香，是今天洗的，杰克身上也香，它有那香波味儿是吧？感觉小老大还是小孩呢，他可不就是小孩呗？他才1岁半多点儿，还不到2岁呢啊！到今年11月10号，2周岁。现在是7月8号，8月、9月、10月、11月，还有4个月。现在他是1年零8个月，不到2岁。哎呀，呆舒服啊！你还瞟了我一眼，就上次洗澡啊，上次给小老大洗澡，给他剪指甲，一下没注意，给剪到血线了。哎呀，这血出的啊，我心疼坏了。我家拉拉3岁了，都淘气得很。是啊，这杰克这都4岁了，还淘呢啊，但相对比以前好多了。杰克是6月1号是正好是4周嘛。现在已经4岁多了，谢谢希望叶子啊，谢谢送的助力票啊，谢谢。对，大家帮忙点点红心，现在4000啊，4000，速度很快。看看小老大就想起调皮穿沙发的场面啊，但是那时候已经那什么了啊，那时候已经。已经那什么，那取大旗，看他谁还比他没低，谁也有个红包。有红包啊，还有50秒啊，大家去抢红包啊，还有50秒，大家去抢红包。在50秒之前呢，先点点红心。凉快了，这个。这空调凉得快，3匹半的这空调，我说这侧边都有风。是吧？凉快，杰克去打滚去。哎，这是真舒服了啊！10秒啊！还有10秒，8秒，7、6、5。4、3、2、1，抢红包！哎呦，我还抢2个心。大家抢没有？准备让小老大啥时候生宝宝？待定，待定啊！一切都待定。看杰克，小老大，哎呀，真香啊！啊，真香！我个人觉得小老大明年啊，再生一也行，现在太小。是呢，哈，现在有点小，还不到2岁，咋得满2岁的时候再生？虽然有这个功能啊，
咱也往后腾一腾，妈呀，上去了，来，小老大，来下来，拿点肠让他下来啊，拿点吃的，那有牛肉粒儿，有些线才刚切啊，来下来，来，哎呦，一钩穿出来了，哎呀，就扫那边，嗯，小螺旋桨，你站在那儿，我让他看着，太近了，你站在那儿，对，再往前点，再往前，让他俩趴在这儿，对对对对，你脸冲窗户冲门，急了，哎呀急了。昨天我还在看小老大的小时候的视频呢，是吗？于之白啊，啊，有那么香吗？抓紧给呀，尝尝呀！大眼睛、双眼皮儿、黑鼻头，小老大还是那么漂亮。这个、黑鼻头啊，这就是在我被隔离那时候没狗粮那段时间的。这个鼻头掉色儿了，掉漆了，现在要吃这狗粮又吃回来了，要吃哪个狗粮呢？就吃的这款狗粮吃回来的啊，这款狗粮啊，海瑞特鲜肉美脊粮啊，这款狗粮、啊、绝对能吃回来。这黑鼻头都能吃回来，那时候掉的可厉害了，那可不呗，那时候都成肉色了，小老大的那个鼻子都成肉色了，自从那个狗粮到了之后，吃回来了，嘿，又变成美女了。那你说那时候我就被隔离那段时间，那掉的多厉害啊，杰克也吃回来了，杰克也吃回来了一些啊。这款狗粮咱这么说啊，谁家狗去吃，长时间吃就能吃回来，仨月就见效。小老大爸，我这段时间咋不直播呢？太忙没时间，有的时候不在天津，有时候不在天津，有时候在天津回来的晚，到家都七八点钟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下雨，老下雨没法直播。这个，你说要他俩在屋了吧，他还得那什么，他还得出去变。如果在外边还下着雨，我不说了吗？上次下雨的时候，我就第一次下大雨的时候，我弄得特别好啊，给他弄到那个这个那门廊那里边，门廊那里边之后呢。他俩就是说那往常那里都干干的，结果那天呀没注意呀、啊，哎呦我天，我亏了我去看看去，因为那天雨下的时间比较久。哎，当时我下来我觉得不对呀、啊，我这院子里怎么就淌水呢？我过去一看，哇塞，他俩都在那站着呢，他俩挺有心眼，都在那站着呢，能有多少？能有反正那么我脚脖大概在15公分到20公分的深度。然后我就直接给他俩领着屋来了，领屋了之后在屋里待着。后来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我开门出来一看，我那个往外流水那个一点水也不流啊！我就找着原因，我进屋一看，进院子一看啊，就把他那个渗水那地方给他打开，这水哗哗就流了。两个宝贝还挺聪明，不动了，对，就在站着不动了，他也不趴，一趴肚皮不都湿吗？他就站着，他俩站着还心里想，这水怎么越来越大，越涨越高，越涨越高，雨下太大。你想想啊，咱这个院里啊，就靠那个有一个就是直接通到马路外边的那个马路上的一个就是那什么下水道，咱们比外边马路高一米。所以说咱们不会存水就在这儿吗？但是因为我铺草坪呢，
那地方我是拉了一个十字儿，但是没有给它周开，就变成相当于水沟给它别坝那一那啥啊，这个别住了。晚点出去他俩就能游泳了，对，晚点出去肯定就游泳了。因为再晚出去的话，他可能就是那什么，把他腿就没了，没了他就开始游泳了。对，开始游泳了，好久没播了，可不呗啊。最近啊，一个是出差次数多，二是一个下雨，三一个有时候就回来太晚，折到一块儿啊，就是属于，就弄到一块儿，就是都赶上了。幸亏拉拉是水猎犬，对他不，那个天生就会游泳，这玩意儿这治不了。咱杰克第一次下水的时候就扑通扑通就一顿游。小老大还没带他游过呢，没带游过。等到那个看看，就有个时间找个河让他去游，水干净的去游去。哎呀，这一趴小黑鼻头哈，嗯，黑鼻头。还热吗？不热了吧？叫他哪天游一次，哪天我就带他去游一次，看看他俩谁游的好，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闲人免进的水清亮的河，反正河也多。但是就有一点，这种钓鱼的太多了，你认为人家在钓鱼，咱现在狗下一扑腾的话，那不引冲突吗？土哥说，小老大要是男宝宝更漂亮。那肯定的啊，一般的都是男宝宝要比那个女宝宝长得要帅，这是真的啊。但是像小老大这个是女宝宝，那长成这样的也很少，还得哥哥跟着。对，哦，让哥哥跟着，找时间吧。找时间咱就去。哎呀，看看啊，红心现在点到5600了啊，5600，还有1000多，咱就开饭。哎，咱们点点红心，点一点红心。没说开饭过来了，就喜欢那两个人，带他俩一起去，哥哥就跟着。你过来干啥？你坐下，趴着凉快，趴。还有一点，这咱们小老大太能聊闲啊，就是你看杰克在这趴着，他就过去聊闲啊。那个在外边更是那样，哎 ，no， 上按摩椅，空了你也是。然后他眼睛动来动去的，全是心眼儿。那个今天早上洗澡啊，洗澡他我们不有个大盆儿吗？想让他进来啊，说啥也不过来，你给吃的也不过来，就是不过去。后来没招，我给抱进去的啊，我给抱进去了。谢谢刘姐啊，谢谢刘姐。不倒不是我性格，是不是？不倒不是性格。哎呀，小大多少斤？小大70多斤，70多斤。杰克60多斤，这他俩就差十斤，70多。咱那个。啥意思？哎，对，大家就点点红心，红心上一上。啊，你过来干嘛？嗯，真响啊！谢谢雨石白啊，谢谢雨石白，谢谢雨石白，谢谢冯先生。谢谢。
别倒，别倒，别倒，别倒！哎呦，哎呀，小老大生小宝宝，我来一只，离你家不远，拿小狗方便。是啊，那太好了啊！小老大要生的那个宝宝肯定差不了，颜值这块肯定是相当过关了。你这样的，跟哥哥玩儿，杰克，你干嘛？杰克，no。直播间我俩都能见，缘分呢。哎，点点红心六，马上6000，给差1000咱们就开饭。哎，等着，我跟你说，杰克他的特点是，他用屁股蹭你啊，他可能蹭了你别让蹭掉毛啊。他俩又要打，天天打。那个杰克那个爪子也没给他剪，他那个爪子特别锋利，给小老大挠坏2次了。0070，我给你点到6000，干啥呢？下来，要疯了，干起来！说干起来！来，小老大还是打不过来。来来来！自己也咬啊你！小老大就是还打不过，我估计看样就是打不过了。这男孩和女孩就是区别。伸个懒腰。说干就干，这个天天打，一天打多少气儿，就没闲时候。哎呀，都行。踹你啊！坐下。这个草坪啊，外边草坪我不铺了2层嘛，相对还比较喧腾一下。哎呀呀，你这扔一个，他俩不打架吗？谁吃啊？小的。总也打不过，就小的吃了。坐下。总也打不过。我说错了。买，让杰克给吃了啊！哎呀，他吃的都不落地的，他就奔着地去。坐下。拿下。哎呦我天哪，杰哥，你杰哥有吃的是真听话呀！这有吃的，扑通就趴了。坐下。完了，你扔那个按摩椅底下挪一下。他动了。不是，碰的那个挪出来，要不他。他把这椅子都给啃了啊！来，这还能抬？那必须的呀！拿全劲儿抬的。他不正常躺着，他不撅起来吗？坐下。坐下。对。就你用办法抬。不用这个。我去，杰克这时候准了哈、啊！哎呀，红心6000多了哈、啊，快了啊！谁发现吃亏？没手了，就一个。哎呀，我天，你整的抠搜的啊！这样急的，啊！画画，
坐下，趴下，小子，趴。趴下，嗯眼睛，眼睛都不带眨的，趴下，趴下。别折磨我们了啊！谢谢夏日晴空啊送的助力票啊！哎，点点红心。红心来喽！好吗？退！退！你出去把饭盆给拿过来。其实医生说："哎呀妈呀，好久不见了，对，可不好久不见了呢啊。"主播帮我下什么？玉米糊哈，玉米糊。玉米糊。一会儿出去吃饭去。对，我把火把下来。最后一个链接啊，最后一个链接是玉米糊啊，玉米糊有两种啊，这款就是咱们以前常卖的玉米糊，就这款啊，玉米糊到没到7000呢？哎，快了啊，快了，那咱就在屋吃啊。咱就在屋吃，吃完出去啊。你家拉拉几岁了？啊，问那个读你 seven 啊。林少，你家那拉拉几岁了？半个多月没看到我家狗了，可想了，是吗？那干嘛？出差了？还出门了？去哪儿了？哎呀，我这出差回来，我寻思出差回来，他俩就非常激动，我寻思拍拍段子，但是都回来天都太黑，这个效果不好，就是太那什么了，你看，那个太黑。不是过来，不是过来，哎呀！那你这我不行。有啥呀呢？就是空调。哎呀，我天！这就干起来了啊！来，拍了，谢谢啊，不客气啊，说说就干起来，结果下不去。说说就干起来呀。坐下。说一说就干起来呀，这没法弄啊。哎呀，折磨死我们了啊！这冯先生啊，他家冯先生是咱们小老大的舅舅。那个去年去三亚的时候啊，这个冯先生就是背着包带着我们走爱情迷宫那个。冯先生啊，现在在榜四啊，咱可以关注一下冯先生啊。冯先生非常幽默啊，是咱们小老大舅舅向左看齐，啊。那到时候可以看看他发的段子啊，非常搞笑。向下看。那个我记得说我们去哪儿的？去香水湾，去香水湾嘛，就是香水。哎，那是啊，雅集乐，去雅集乐那，雅集乐那地方海边啊，有一个爱情迷宫，当时就是一个冯先生，这他们小老大的舅舅啊，然后带着走迷宫，我以为走不出来了，结果还行，他走出来了，所以在咱们这个
榜单当中的榜四啊，爱的冯先生 A， 就他小老大舅舅啊，大家可以关注他，没关注可以关注他一下啊，特别搞笑啊，特别幽默。左右，抬头，低头，低头，抬头，左，抬头右，低头左。怎么了？好久，自由女神啊，好久不见啊，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咱们6800到7000啊，咱们就开饭。向前看。你明天周六，周六天津市全员大筛，晚上7点全员大筛。向前看，刷洗，刷洗。就这口罩又要开始吗？说上海，我记得昨天没看，前天有30多例嘛哈。向左看，他们两个聪明，就是肖老大爸爸没空教我。是聪明，是真聪明啊。向前看，真是聪明啊！1、2、3，抬头，抬头。抬头挺胸，收小腹，向收下颌，靠，不够左，再左，上右看。出门时候我刚做完核酸回来，明天我们天津市全员核酸啊，大筛，就要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上次我出差的时候大筛的时候还给我打电话，坐起。他说你怎么没做核酸呢？我说我不仅天天做，我说你这一说我刚做完。向左看，向右看。兔妹儿，上海疫情前两天又好像又有点抬头趋势啊，但是应该能控制住啊。今天那个全网，今天下午全网都刷了一件事儿。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啊，在这个演讲的时候被枪击身亡啊。开饭了，7000了，开饭了。哎呀，开饭了，开饭了。来，我来，孟琪，来，你掌勺。我掌勺，你掌舵。开始吃饭啊。你掌勺，我掌舵。开饭，开饭。开饭了，这样，咱们这样，一勺，加一勺，哎 ，no 啊！你这样，你一粒儿，他一粒儿，你能玩一宿吧？他再一勺，是，被害。再来一半，哎，再来一半，这都已经下来了啊，还嘚瑟啥？行了，这就主食。好长时间没见俩宝贝儿了哈。这什么东西？可不呗，我都有几天。来巧克力。哎，多好！有的时候心压力大、烦的时候，哎，回来看看他俩。贵行不行？贵也行啊，只要口粮。心情不一样。你可以啊，你看这大哥饭就没了啊，现在一提开饭小老大有反应，就搁这盯。那咱没见过做饭的似的。谢家人们点的红心啊，红心可以点一点，看他俩的时候点点屏幕，点一下点两下都是爱，点三下点四下更是情。你们来点益生菌吧，夏天加个菜，加个菜，益生菌粉状。壶拿来看见了吗？壶啊，有吃有喝。
对，走半路。对，红心飘起来，他俩吃完饭就该出去了哈。上班出去吧。嗯。上班还没出，职场。对对。吃完不出去就不得劲儿了。吃完了不出去。嗯，哎呦，我这都，这还显示谁观看多长时间，这个挺好。点点，别摇，别摇，点点就行了。缩溜。哎呀，疯了！你咋？你坐车来的？哎呀，这几家晕的，迷瞪的。哎呀，再转两圈不吃了。听我的。我师傅三点钟，三点钟来，加点汤啊，加点汤。这家们点的红心啊，对，炫饭呢。等着啊，这呼呼就往里炫。听口令，我是叶子，就是啊，看你这块才有提示的。2.1，感情铁不铁？我这上面就显示2.5，哎，我这一上来这红心，2.7，增加就五百，2.8，够意思，抱拳了，2.93，哎，挖掘机似的，蓝翔毕业的。哎呀，这东西，就这俩，如果在门口，你说哪儿的饭店不招人？嗯，生生的，头都不带抬的，抬头说明这菜咸了。啊，这都观看多长时间？这都显示啊，家人们。哎呀，这红心。现在显示地点是哪儿的？嗯。他俩吃的这速度，那怎么还有往外拉的呢？他老吓唬我，不带跟你抢的。这辈子你看看你这出息，呱唧呱唧的哈，一个完事儿了，走吧。你搁这你也挨吓唬。嗯，静观看五分钟。喝水吗？喝不喝？吃的多快，这就 OK 了，这就。谢家人送的灯牌啊。凉快呗，外边跟屋里两个世界。从这屋一出去，镜子都能上窗了。吃这什么磨叽呀？这吃的太磨叽了。终于想起来给我们看看俩孩子了哈。最近爸爸忙，然后他说，京津冀这边天气不太好。要完了吗？这边天气不太好，明天开始又要下雨。明天开始，看，连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从明天，对，下到礼拜四，天气预报这么写的啊，咱不知道能不能下。哎呀，吃的饿的小老大呀！看他俩吃的，我都饿了。喝点儿，和我们这一样。我看看逆风。啊，沧州是咱离近，咱离着近。我们这不下雨，夜。那咱离远呢？您家好好，我家要搁杭州。媳妇儿说，张老大出去。第二位。哎，
这一杯不来，不干了，来，好，我擦，哎，出来，哎，出来，这热不？哎呦，这一出来，上海今天38度，闷热。下午好，西安都40多度。好，那我们这现在还真不错，31度。嗯，晚上就这一咕噜。你给我吧，你这不让进了。我去关。不让进，你擦擦地，完了把空调关了行。来，小老大过来，门锁上吧。行了。哎，不热了，可以了啊。这再吹都怕你俩感冒，知道吗？可以了。小老大太鬼。他还想进去，他那意思，那屋里舒服。刚才那不是南方下雨下涝了，现在雨都下到京津冀东北了，那可不，现在这雨水今天是特别大。哎呀，这雨水大的邪乎。那天就因为这个我没打开。就这个没打开，结果这儿的积水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积水到哪儿啊？这个积水呢，就到了这个，马上就没这个台阶了，就这样。哎呦我天，踩秃噜了吧？踩秃噜了啊！一脚干秃噜了。好嘞，来出来。你给我拍呀，这不都是你拍呀？还电进屋了，这不让进了。不是没关灯你？我一往再进。嗯。没关。你俩是刚吃完的，他俩在惦记说你这上面有吃的。哎呦，你也太省了，这苹果给的啊，这给，一会儿就氧化了，不舍得给，坐下，趴下。你能当官，你这么会来事儿。你看，你不仅会当官，你还能当大官，你知道吧？你别那么是往嘴里，你往上往高了挑，给。看看门，不好意思了哈，低头了哈。哎呦我天，讲究。怎么了？趴。讲究，哎呀！坐下。这才几个，一家一个的，上哪儿给？问题没了。你放那儿，你进屋抹点花露水再出来啊！那有蚊子。对，我这样看看。哎。瞅瞅，心里过意的去。哎呀，喝了一个冰镇的炖梨，枇杷炖梨，还没喝完就干。那个喷一喷，真听话啊！刘姐看出来了，这真听话。那有吃的绝对听话。不是你正着喷。天热呀、啊，要不穿短裤不行啊。你这么趴，我看你喝不喝下吧。现在喝点冰镇的，瞬间就特别凉快啊！我刚才就妈妈给我拿的那个
冰镇的做这个枇杷露梨，欢迎一种饮料。嗯，那么他不变了吗？想怎么爬怎么爬呗。好，人家邵老大还琢磨，我刚拍了，你一扔还让我的跳起来。行行，我不抢，爬回去。生怕我抢。哎呀，来一瓶大窑。接住啊！大窑有点，现在有点喝够了。接住啊！好吧。读你 seven 说，林少说，他家狗也是有吃的，让做什么都可以。对，有吃的绝对听话，倍儿听话。哇，这个没吗？趴下。你这不已经趴下了吗？再趴。真的。你这样的，你这样，你放的，您拿俩一起扔，一个对。趴下，你还咋趴呀？对，哎，怎么还在玩？你别整那套啊！一会儿酸奶都不凉了。趴下，最后一个，这回我往市里扔啊，咱俩才能接着啊。你往北京扔得了呗，往市里扔。我试试，那个别拿去了，不还有吗？一大块的，那一块就不掰。那就喝酸奶吧，喝酸奶。对，酸奶得用盆儿吧。嗯，酸奶。我给他弄来，你先，我给弄。哎，听话啊，每人都有份儿，不许抢了。再趴下，把嘴放地下了。哎呦，萌宠日记看了时间，谢谢家人点的红心啊。杰克喝酸奶了，那啥单儿啊？今天晚上其实还不算是热。嗯。主播对俩孩子真好哈，太有爱心了哈。哎呀，这说我呢，应该是哈，我这才下场，不能咽肚啊。今天就属于啥，就是不闷，不太闷。咽了？没有，脚后跟呢。坐，来，顺口令啊。我数到三才能吃啊，还能喝。下周温度降下来了，下雨。听话啊！逆风是哪儿？一啊，沧州。二，啊，四，五。你看那是哈喇。三。哪个？哎呀，这个盆儿呢？那不当。咽不可能，他没。幸福哈，那可不呗。幸福，咱家就是，就对他俩真是实打实的。实打实的洗澡、喂饭、带他俩玩儿。这一回来第一件事，我爸先把衣服换了，先喷花露水。哎呦，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大？然后喷完花露水就出来跟他俩玩，送出火力全开。哎呀，啥火力全开？来，坐下。缩溜来看。哎，缩了啊，不能咬啊，缩了甜。甜。上面有个大虫子。先干净点。杰克看着，你看。小看。啊。看这虫子是多。哎，这不小啊，这不小。行了，你俩是会飞呀，还是会跳啊？这么高呢？不知道家人们能不能看见啊？有个大飞虫。
啊，知了，知了，杰克尿去了。哎呀，谢谢新进来朋友点的红心啊。谁卡？那我这儿不卡的话，应该就是我卡，行吧？啊，我卡。那天雨下的确实大，这上面这都，这都有积水了都。晚上好，晚上好。球拿来，这是找球的。小娇娇，晚上好。谢抹茶曲奇送的助力票啊！去拿球的，你去拿球，球的，球呢？我都没找着球呢。啊，你拿球的，去。好久没看到你直播了，嗯，这不就看着了吗？灯牌点亮吧。现在一下雨就暴雨，对，今天都想去洗车去，然后一看天气预报，六日到礼拜四都下雨，就没洗就拉倒了。之前前段时间没下雨，现在老下雨。最近别洗车了，是必须给小老大安排个啤酒哈。冰箱有酒，冰箱有酒，让他俩麻痹一下，来个醉醉。哎呀，谢谢小帅宝的大啤酒啊！这老大扎啤，准备好了吗？好了。哎，来吧。哎。这依然姐送的啤酒啊，这一会儿不得整点点儿，整点儿。大热天还带劲啊！啊，这么热的天，往那一趴多带劲。嗯，活动，活动，生命在于运动，是不？我之前刷段子还看了老多两口子早晨起来晨跑，跑两步就去要陈醋去，因为啥要陈醋？蒸饺不蘸醋不太好吃。还有要一根油条的，这都出去起早吃早点去了，哪是锻炼去了。行，玩多也累。嗯，喝多了也吐，骑摩托也上树。我刚才想半天啥上树的。骑摩托也上树啊。哎，那黄球我还没找着。黄球还在房顶呢，没下来。我不小心弹的。这个弹力更大，这个。那个沉，那个轻。这个弹力大。哎呀。是知了吗？这个不是，那个是。啊，那你俩还想上天呢？看那灯下边，我都在拿飞虫。谢谢宝儿啊。走。不能让玩，太热了。是我都不想玩。球咋上房呢？梦琪都逗俩狗玩儿，他就往这地一拽，他不蹦起来吗？越弹劲儿越大，越弹越劲儿越大，一下弹房顶去，弹房顶就下不来，房太高，我们也够没法够。哎，主要那块有个沿儿，他就卡上了。哦，卡在沿儿上了。嗯，那没办法，卡沿儿上是没办法啊。牙膏牙刷用完的可以去拍啊，去在五号链接和六号链接啊。牙膏咱就不用说了啊，非常牙刷非常，我要介绍一下这个牙刷。上来了上来了，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呦呦呦，谁说逮不着下来了，杰哥吃了。你这几天你是不太热的。
你狗粮都多余了。野外生存行啊啊！搁哪不能打点猎？哎呦，这什么东西啊啊！不知道，一个挺大的，应该是咋的？那杰克给吃了，给造了。那这虫子好像飞到这儿的时候。这还有一个这儿。他不敢，小老大不敢，杰克到那就吃呵呵，吃了吧？行，你别跟他说，你啥也没吃着，怎么舔啥呢？小老大不敢，小老大去玩儿行。以后别舔我了。这胆儿真大啊！嗯，这个牙刷是一万根毛的牙刷啊，每一根毛非常软，但他弄到一块儿吧，就觉得还挺硬，还不伤牙龈。说这个刷牙刷的比较干净，我就再用这个。看看呢，不能飞太低，下边有俩狼，那就是个教训。没错啊，有俩狼。你看直播是他俩欢日啊，我只要一下播，他俩就往门口一趴。门口凉快，那空调带出那风，喜相逢啊！天太热啊！这天吃冷面行啊啊！吃冷面，就咱们现在就带这个冷面啊，东四北这个潮州这个大冷面。怎么吃呢？先给它用水揉开，揉开之后煮一分钟。事先啊，要在冰箱镇那个矿泉水。镇完之后啊，兑冷面汤，搁冷面汤一兑上之后，切点这个西红柿，切点牛肉，放点半个鸡蛋，再放点辣白菜，一吃。啊，对，适合吃冷面，就是这个夏天啊，就这个炎热的这个夏季，就像今天这个天气，哎，一吃冷面特别爽啊。再放点香菜，非常简单，就煮一分钟，时间不够长，煮一分钟，然后给它拔凉，拔凉之后放到那个事先准备好的那个冷冻的矿泉水，然后加上那个。带那个冷面汤，把那料往里放点西红柿，放半个煮熟的鸡蛋，放点牛肉，酱牛肉片儿，再放点香菜，放点辣白菜，一吃，哎呀，特别爽，特别特别爽。有的时候吧，就是说什么季节，你说冬天你让吃冷面啊、凉面，谁也吃不了，是吧？对对，还得放点黄瓜，对，放点黄瓜、香菜啊，放点黄瓜丝。玉兰姐说对，再放点黄瓜。黄瓜咱小院就有，辣椒，我去外边小院种的啥有葱、有韭菜、有辣椒、有黄瓜。辣椒呢有线椒、有牛角椒和朝天椒，黄瓜有旱黄瓜、有水黄瓜，韭菜。有紫根的，有不是紫根的，大葱还有小葱，别的我种不了，生虫子吃不了。假如来演出开始吧，哎，哎呀，这球贼呀、啊，这球。就在我这一片儿，我能够着就够着。是不是吃点这冷面特别特别棒啊？冷面有这个，有小麦的，有这个荞麦的两种，想吃什么样就拍什么样，拍点这冷面特别省事儿啊。就是说，吃之前，大概拿出一分钟时间，就用放点水，凉水。就把它揉开，然后放锅里煮一分钟，捞出来，过水，用凉水过完之后，就是放到事先准备好的镇好的矿泉水，就把那冷面汤放里，把那料放里，然后放半个鸡蛋，
放两瓣西红柿，然后放点黄瓜丝，放点牛肉片，放点香菜，一吃，哎，特别特别爽啊！这就是说天热吃这个是绝对的。雪乐无尘，好久不见，晚上好。晚上好，坐下，小伙伴，热是吧？现在还好，外边不是很热了。我看外边现在实时温度是多少度啊？现在外边实时温度30度，嗯，30度。杰克又开始叫，30度。哎，换了吗？啊？嗯，啊，不喝了。你说冷面就这一种面吗？不是，两种啊，还有一种荞麦的。你跟着我干啥，小老大？嗯、啊，你跟着我干啥？给大家带来一个湖南常德酱板鱼啊，手撕酱板鱼，这个喝点啤酒啊，喝点酒，手撕一条一条的吃啊，挺爽啊，价格不贵啊，24.9块，300克，可以放在办公室吃啊，家里吃啊，是旅游啊，旅行啊都可以啊。喂、哎。干啥呢，小老大？那个不带下来的了。杰克垫的那个上面那个知了。前辈都那家。现在知了下来，他就吃掉它。你以为就你尖呢？嗯。多多鬼啊！来。那什么，我动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上弦月，下弦月。啊，整整一半。打二上半。上弦月，快15了。退出重进。啊，小老大，你也不想累哈？行，不玩了。这工作量非常大，就是运动量，不是工作量。他俩运动量特别大，他俩就如何就加大这个运动量呢？就是天天打闹，天天打。他陈老大，摆成一个轴，走。是。哎呀，来。球在这儿啊，我踢过去啊，去捡啊。太猛烈了。哎呀妈，那什么水分挺大呀。我一冲地就始终就冲这两边，这杰克都在那一顿尿啊。感觉反正都变了。今天天太热了，9点了啊！这个小老大，哎呀，能不能打过杰克？打不过啊，打不过，打不过，始终还是打不过啊！到现在，但是他能撩弦，人杰克在那趴着呢啊，他到那儿扒了两下，还不起来，
完就是那两只手上去，杰克就嗡嗡嗡嗡一下弄急眼，他就开始干，就这样啊，就开始干。刚才没这么热呀。那这边那哎，那就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天确实有热，咱这边今天咱直播咱就到这儿啊，等到那个天好凉快了，咱再播啊。感谢啊，感谢小帅宝啊，送这么多东西啊，感谢抹茶曲奇、希望叶子、刘姐、依然姐、若愚、逆风镜、纳米哥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陪伴啊。2022年7月8号啊，那就这样啊，拜拜啊，祝大家晚安，拜拜。三妮儿刚来可能是啊，晚上好，晚安啊，晚安，祝大家晚安，拜拜。那我就下了啊。拜拜，晚安，晚安，再见啊。